蛮久跟我抬台球具、啊。那时候跟他握手的时候，他就在跟我讲：“教练，你的啤酒肚太大。”他跑步很快，肚子没有比教练胖。马先生他认为说，希望要帮助更多的话，应该是长期的赞助。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帮我们争取到了50万的经费。特别在我耳边说，以后教练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直接打电话来找我。